是毛德华，我在宁波，我在宁波市区，我啊准备在这边住一晚，因为最近天气啊不是很好，就是外面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我准备在这边住一晚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边大概什么情况，走，给你们拍一下宁波的天气。最近这个天气啊有一点点的恶劣，一直在下雨，寒风大作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寒风大作，又是下雨又是刮风，所以啊不是很适合做室外活动。我就在这个30平米的室内被避一下寒，给你们拍下这边大概是什么情况。这里啊空间非常的狭小，非常的利用率很高，空间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拍到窗外了，虽然房间里面没什么搞头，这个宁波还是很发达的，车来车往，川流不息，有10000辆车在这边行走，下面是一条河，这个货船呀也在开，非常厉害。好的，这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。